我们现在进去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方舱 C 区，是大部分收治的是感染了无症状的儿童和无症状儿童的家长，大概有263个家庭在这儿居住。小朋友多大了呀？5岁。5岁。他这个什么时候进来的呀？我们是5号进来的。5号进来的是吧？那小朋友现在有怎么样？你们感觉怎么样？现在好多了。可以在外面去活动的。对。你现在做什么呢？写作业。这个作业做完之后跟老师有联系吗？有的，因为联系。什么时候进来的呀？我清明节那天进来的。那现在情况怎么样呢？你感觉哪不舒服吗？我感觉满头汗。他是皮很热。这出去玩的是吧？啊，刚刚耍了这钱。这是什么？就几天，2-3天。就是是在这里，然后我们三个都在抛土，然后认识。针对这个亲子舱的话，我们针对儿童的话也会做一些这样的特色的，比如说，例如水果营养餐。以及特殊的玩具，然后学前的小朋友的话进行这样的一个学前的绘本，这样的缓解小孩的焦虑，同时让他继续在这儿学习，然后保持一个很愉悦的心状态。